这个长寿村可能咱个小医生的合约啊，讲啥物问题？这内面我详细看过啊，这样大个开发是安怎你甲所有工程弄好一个样子？啊，搁有啊，这内面条款嘛比一般自适合约条款，互对方搁再好处。这讲有合理？你会感觉无合理哦，我会当理解。当初时我甲对方签约时阵，你无伫个，所以你并无清楚谈判的过程。 虽然讲这合约看起来敢那对对方较有利，但不过实际上精算成本以后是对咱啊较有利出滴。哦，有这种代志哦。要唔过怎啊看来，咱公司明明都世界建设，现在你来所有工程，拢我小孩子啊。瑞德，其实我真清楚哩，你头壳真清楚，啊唔过对身你受伤的经验哦，也是无够侪。 你即马规个头壳拢是想讲，若是这工程会当互咱世界集团的关系企业来做，你阵就是互咱家己赚。你若无想过讲，若是有一间公司会当甲原本咱的计数压甲八成，嘛就是讲咱会当省百分之二十的成本，安尼敢唔好？这小孩答应你啊？是啊，你相信？咱世界建设。 伊个公司有大只人做着，若是连咱这成本都无得降低，伊是骗到做够啊！这凭伊是老魔，还是凭伊有法度改变土地啊，变作是垃圾掩埋场啊！想袂到你一个哦，新一代老专家，竟然天真甲去相信啊，这个老魔讲个笑话啊！你到底想要讲啥？ 我唔相信哦，你会犯这低级的错误啦！搁再讲，恁真个投顾伫咱公司嘛受股份的，你边哪有可能摕家己钱来讲算数咧？所以讲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查过啊，咱公司甲上一签买间哦，建设公司拄啊成立啊。我咧想，建公司一定有份哦。对的，我希望你拄只讲的话有进有果。 啊，若无，你这就是工作无止，对我的指控，对我的侮辱，我无法度接受。哦，那你是希望我召开临时董事会，还是报警啊？哼！唉，用心想着，张志成真正有够可怜的，一世人安尼拍拼，用伊的心血所建立起来世界集团。 真有可能无偌久的时间就会让伊自细汉的用心栽培、客囝排了了。伊若是知影，心一定会感觉足疼的。<笑>你免提供客白的后啊，我知你的想啥。你认真袂讲，我唔敢公司受到伤害，我一定跳出来想啥。安尼，你当继续做你的董事长，继续为咱公司把钱啊，放入你的袋内边。 这参详当初你个天皇不甲破产，煞甲这代志哦，把阮丢去别个处理，甲你这人不去美国逍遥自在啊！阮丈人吧，故意刁滴，才来骗开你两岁，只可惜哦，我甲伊无共款，我是真威，恶被恶人惊。会为卖讲遮尔济，你想要安怎做啊？我给你三天的时间，甲代志处理就好。 啊，不过十月人拢知影，你这条鱼啊，可以当做外国。哼哼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小黑，今年我还叫外电话。